要来守下段，体型比较大，好一点哦，这球传得漂亮。篮底上面反攻，半场因为伊贝处理球比较喜欢的就是内线。小心小心，要求我们透过慢动作看一下这个 Howard 的进攻篮板。哇，得到包夹，带着 Howard 来一颗三分球。底下要杀进来哦，左手的挑篮，哇哦！李路，阿姨要来喽，换左手。时间要注意一下，哎，哇，做了好机会，这球传得漂亮哦，投流到了久旱逢甘霖，跳进来，完蛋了，肯定是完蛋哦，而且又被。袖子其实已经顶了两下，没办法。蒋院的得分来到19分。哦呦，这个传的也精彩。哦，选择传球。对，抽到包夹，硬起 Edward。进攻篮板，第一波、第二波再起。哇，那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，时间可以真的不够。五金。哦，哇，要打起来，要打起来了，哇，不妙不妙。哇！台啤的教练团这边又上来挥拳了。哇！天啊！哇！应该是不行，赶快拉开啊！哇！攀登惊恐。